在你行驶缓慢。最喜欢的就是这一面窗，因为我觉得如果在一个天气非常好的情况下，然后阳光从窗户外面洒进来，一定是非常美丽的。我出门忘记带那个支架了，我现在是手持着这个镜头，感觉好累啊。然后今天已经到了这个拍摄的租的屋子里面，然后是在上海市区的一个非常不错的怎么说，弄堂吗也不算，对，因为它经过改造，这个窗我非常喜欢。然后我现在在等摄影师来啦，开始录。可以可以，今天晚上我们没事干，可以剪剪片子，可以教教我。对呀，你带电脑了？带了，包里带的。今天把翻箱放我一下了。好的好的。我看哎，你可以擦的，擦的。然后这个白色的小背心，哎，这个好好看。还有，就配这个嘛，外套、一套。这个就是丝绒的，符合这个环境。
剪片子，是上次在长沙的片子，对，出来拍东西，顺便剪一下片子，因为我今天会遇到情侣。嗨，你们看一下，对，躺在床上这只，它会教我一些比较简单的 PR 的操作方式。果然，经过他的指导，我就做出了一个非常优秀的片头。我相信我会越做越好，做强做大。